大家好，我是 YouTube 频道热门娱乐新闻一百六十三的主持人，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：王一博，长长的路你要慢慢的走。前言，世事犹如书籍，一页页被翻过去。人要向前看，少翻旧账，莫言。又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，网上漫天飞着各种段子，有找儿子的，有找哥哥。 弟弟的有找老公，男朋友的好不热闹，就仿佛王一博三个字儿自带热度一样，与他本人出现与否无关。从唱跳爱 d o 到如今的全能艺人，不仅是他自我博弈的结果，更是一个有追求的青年艺人坚定且执着的信念，才有了如今在影视、音乐、时尚、综艺、活动、商务、公益等方面的全面开花结果。过去两年，他的行程密密麻麻。 看着都让人觉得窒息，他却甘之如饴，也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诸多成就。他投入了多少时间与精力，有心的人全都看得到。两季，这就是街舞的高光，没有让他飘飘然。《我的时代和我二》则记录了与他有关的一些幕后，那是我们都不太知晓的事情。《理想照耀中国之抉择》和《风起洛阳》，两部作品则让我们看到他作为演员的表演天赋及对人。 物塑造之间的逻辑关系有着深刻的认知，多首正能量歌曲的相继问世，不断延续他青春的偶像力量，停不下的脚步，走出的是不可限量的未来。二零二二年伊始，更可感觉到他在未来规划上的从容与专注，是继续努力铺展，但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承压，比如减少曝光，比如在影视剧上持续发力，比如对大屏幕的进攻。长长的路，他要慢慢的走，低调打磨演技。 台词：收起少年意气不羁，一步步脚踏实地，追求演艺道路上的产出比，不急不躁，稳中求进，静水流深，慢即是快，用功不求太猛，但求有恒。虽然不能控制风的方向，但却可以调整帆的方向，以此到达胜利的彼岸。习惯了是个很强大的词，可以代替所有一言难尽。他习惯了忙碌的日程，习惯了待在剧组潜心演戏的氛围。 习惯了不被外界打扰时的开心自在，我们也应该习惯他刻意减少的曝光，习惯在他不出现的日子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习惯他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小屏幕上，习惯以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影视剧的投入期长，且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回报，但我们都知道他抗造，他内在的能量、韧劲、目标感都坚定且执着，这些都是他的装备。 也决定了他日后能走多远。他说：“对表演有野心，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他被更多的人认可就好了。”按部就班，好好经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不要看到别人的步伐就自乱阵脚，也不要被所谓的流言蜚语带节奏。他在哪儿，我们的目光就转向哪儿。王一博，长长的路，他在慢慢的走，因为未来可期，因为道阻且长。不打扰，不彷徨，目光坚定且绵长。 只是要让你知道，世间万物，满天星辰是你，湖边暖风是你，柳絮飘然是你，细水长流是你，道不尽的思念是你，往后余生也是你。期待新作品《无名》《维和防暴队》《冰与火》，期待《长空之王》。